武汉最霸气的一个钉子户，啊，500万没有接受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肠子都悔青了啊。因为你像十几年前的500万，在武汉这个位置，就在钟家村这个位置买最好的楼盘，也可以买十几套房。就这十几套房，假如说这十几年年年坐着收房租，啥都不干，躺到屋里，每天躺着睡觉，睡醒就是有钱进账。但是当时就是没有接受。大家好，我是嘉哥，我们现在在汉阳的钟家村这边。钟家村老城这几年在不断的拆迁呀，看咱们面前这一栋栋老旧的居民楼，跟原来建的私房都已经夷为平地必经之路呀。